这边是海涛和耀文，那边是杨迪和雅轩。呀！那两队上滚筒之前呢，向对方来放一放狠话，好不好？ 两位，你们在这个棍子上面输定了，因为我们俩上去之后，肯定在这上面横着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螃蟹。 哦，炸了！迪哥，哎，只要有桥，我就没在怕。哎呦，在这个桥上，一定我们最大，最大。海涛，不管在哪儿，你都是最大，你都是最大，你别不一定要在桥上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你们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哇！今天的晚餐，螃蟹，小心夹住你们的嘴。来来来，注意安全啊！ 两队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请就位。杨迪和海涛说完狠话，上都上不去。海涛，你行不行？最美不过夕阳红，温馨。 不要看下面，不要看下面，你重心不太对，海涛，你重心往后了。来了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的一期的《滚啊滚啊筒》，翻滚吧少年。3、2、1，开始。 哎呀，海涛，你别把耀文带下去了。耀文最大的任务是保护杜海涛。保护！结果一下去，下去俩。保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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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哇哇哇！反过来，反过来！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两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两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两个。恭喜恭喜，蓝队积一分，蓝队一分。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你们成功的经验好不好？别怕，有哥哥保护你。对，就是多亏了海涛哥的保护，就是。真的是有几次我们互相达成了一个那个力的网，在这哎，我发现拉手能有助于能量的转换。什么拉手？他就是把你扶住了呗。对，你要不拉他，他能坚持的很久。我叫的嗓子都快破了，雅轩好几次是被我的声音给震住了。所以雅轩有什么秘诀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秘诀就是堵住耳朵。什么叫堵住耳朵？这是针对我的一个秘诀吧？这是